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不是这样的。不是什么？我连知道它存在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您女儿看着不太明显。是啊，你怎么可以直接喝凉水啊？你这做妈妈的也是太放心了吧？赶紧给她烤点热水喝吧。不用了吗？不渴了，不渴了。大姐说的对，去接热水。甄美丽，甄美丽是哪一位？我，不是，到底是哪一位啊？哎，李叔，哎，我在医院呢，您放心。陈爷爷的身体特别棒啊，刚才还跟我开玩笑呢。多好嘛，好事儿。李叔，我先挂了。你心态要放轻松一点啊。没事儿了妈，我会帮你照顾那个小东西的，放心吧，有我呢。我都这个年纪了，为什么还会？别想那么多了，你看这小孩的衣服多好看，哪个好看？这个好看。你怀孕了？妈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不是这样的。不是什么？我连知道它存在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我没有怀孕。这个地方不方便说话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怀孕的不是我，是我妈。所以你不用对我有什么负担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所以咱们没可能了是吧？情绪全记载。